咁多歷年裏面最多團體有12個團體嘅。咁多謝大家今天啊。咁所講下今日嘅流程先啦。咁而家我哋就到接近一點鐘咧就開始表演㗎啦。咁一路直落咧，冇間斷地咧去到四點鐘嘅，係啦。四點鐘之後咧，我哋就兩層嘅攤位會再繼續開放，咁你就可以繼續去參觀每個攤位嘅。咁四樓仲有成五六個攤位喺上面嘅。咁一陣間記住唔好漏咗四樓嗰啲攤位。咁但係四點至五點嘅。咁現在邊餐即係中間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唔好上落啦，因為有一啲表演咧，加有啲表演咧，我哋會移動個位置，譬如公道咧，因為你見到個板喺我嘅右手邊啊。咁咧係啦，所以咧你就唔會企喺呢度喺啲箭喺頭頂飛過嘅，咁所以咧就移動個位置，咁延緩啊，所有嘢會刪咗，咁所以咧盡量睇表演咧就直落去到四點鐘啦。OK， 呢度有冇咩問題啦？唔好意思，因為呢個比較日式嘅道場，嗰啲凳我都係翻翻嚟啫，我哋個道場冇凳嘅，係全部榻榻米跪坐嘅。咁如果唔方便跪坐或者係辛苦嘅話咧，可以坐凳或者企喺度嚇。咁盡量就坐低觀賞。咁影相攝影係可以嘅，我已經問過其他團體㗎啦。咁但係唔好用閃光燈，因為有一些表演是用到真刀或者開弓利器的，咁會影響到大家嗰個情緒啊，或者一個表演，咁呢個大家注意嘅。OK， 咁呢度有冇啲咩問題想問一下嘅？咁冇咧就即將開始啦，因為咧我哋嘅時間緊迫，每人得15分鐘。OK， 咁呢個我哋大家影一影，如果有需要嘅影或者上翻我哋嘅網站，即係你註冊嗰個網站都有呢個時間表嘅。OK。大家好，我是香港會山樓居學道協會的梁。咁今日第一個表演嘅組織就係我哋路上香港會山樓居學道協會啦。今日咧我哋協會會示範嘅項目咧係以呢個形同埋試膽為主嘅。好，咁再等佢做咩先？居合道，咁咩居合道咧？點解唔直接叫日本劍術咧？咁居合道本身我哋就係、不是話係上戰場嘅，係為咗我哋日常入邊，即係日本古代嘅日常啦。你唔知幾時候會有敵人過嚟攻擊你啊，但係你唔會成日都乜把刀出嚟就話全世界都係你嘅敵人。但係咧，你好似有個保護自己嘅防身武器，一把打刀喺身邊。咁有時如果突如其來嘅襲擊嚟到啊，我哋就會用到居合術愛嚟應付啲突如其來嘅襲擊㗎啦。咁我哋香港本身居合道協會而家喺示範會之前咧，請我哋道場嘅指導羅師兄帶我哋嘅學員行咗嚟先。上面啲。嚟。好我哋。嚟，跟住落嚟，我哋道場學員咧會示範四式嘅形。咁咩係形咧？形咧就係、我哋一啲固定嘅練習動作。咁通常係由拔刀開始啊，去到收刀、鏟心嗰一段結束嘅。護山樓居合道嘅形嘅特點咧，即係喺咁多居合道流派之中，佢特點咧就係、我哋以特技為主，而且動作簡潔。我哋道場學員咧係透過呢啲模擬對敵嘅型，用日文叫 kata 啦，去熟習一啲用刀嘅基本運用啦，同埋一啲駕合進退嘅技巧。而家我哋場上面出場嘅黎劍士會為我哋演示我哋護山樓型遊方之敵，內容咧就係判斷敵人嘅所在，拔刀牽制追上殺敵嘅表現嚟嘅。好，可以問到 kata， 護好 take。하지만이요好，快点进行。
咁而家請另外一位嘅都係黎劍士，演示嘅係左方之敵，係以呢個平淡受狼反擊嘅技巧應付嚟自左邊嘅敵人。好啦，馬魯卡卡，沙弗羅敵人，準備。後方之敵，內容就是察覺後方的敵人，打落對方的突襲，然後作出反擊。我有冇卡卡？好好攞敵人，做咩？左右遠近有多名敵人嘅時候，點樣好迅速咁樣依次判斷敵人同埋擊佢哋嘅？海馬卡達，三點兩敵，阿朱咩？修炼的状态是用来测试的，我们会透过利用这个真刀斩断这个脊卷来判断自己是否用这个正确的力度、距离、角度来攻击。跟着我们请钟剑士为我们示范这个四段斩的动作。四段斩是我们道场的学生在考试初段之前要做到的斩技的，內容就是三刀不同角度的斜斬，再加多一刀橫向的雙刃斬，一刀都由上至下咁斬斷目標。勇擔毅力，阿志咩？剑士是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个攻击位置的。
我好，我当机灵，好准备。貼近45度的斜斬，和避免刀口重疊的情況之下完成這個刀的。Lock down key， 下次呢
今次就到可以到上，今日我哋大家現時嘅最後一個項目三人之力。咁咧，我哋利用三支前導陣去模擬三個敵人最終被擊倒嘅位置。三人同一人定一樣，要求係第一下係以拔打，即係話拔刀同時係斬擊動作嚟完成嘅。而之後咧，我哋示範劍士咧係會按住情景需要去完成打刀敵人嘅斬擊。所以一陣間大家會睇到，除咗一啲真係斬草隻之外，一啲可能係無緊擊倒敵人嘅動作嘅。好。三呢個敵人做咩？
哎，小美玲，我是。哎，辅导大旗。哎，泰克手机，有。阿珍。哎，那。哎，天寿，有。
来还击。上嘅需求咧就開始好大啦，咁亦都開始慢慢咧引申到殺陣道嘅呢一種藝術。咁雖然咧就話佢係一個表演啦，咁但係咧佢亦都要我哋咧去學習唔同嘅兵器啦、劍術啦、禮儀啦、文化等等咁樣樣嘅。咁所以咧頭先羅師都講得好啱嘅，就算咧我哋用嘅係道具咧，都記得要小心啲，唔好隨意去揮動啊！特別係小朋友貪玩啦，係咪？咁我哋咧嘅setup咧都差唔多啦。咁一陣間咧係非常之歡迎大家有唔同嘅拍照錄音都會嘅可能。咁但係咧影片咧就最好冇啦，因為咧就當中會牽涉到
係一啲關於日本嘅版權問題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細心欣賞同埋隨便拍照，希望大家 enjoy。有什麼想說？Right.
大家都係劍術嚟見到咧，而家即係每個劍術流派都有自己嘅特色，因為歷史問題啊、理念嘅唔同啦，咁所以咧產生咗好多唔同嘅風格。咁呢個亦都係武術、日本武術或者全世界好多嘅特色啦嚇。有點解會有唔同流派，或者點解有唔同嘅理念 ？OK， 咁啊，今日仲有其實仲有其他日本劍術流派嘅，一間可以慢慢大家欣賞嘅。好，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去到呢一個。香港柳新心眼流協會，柳新心眼流協會嘅朋友咧，喺度啊，喺度啦。咁啊，咁落嚟咧，咁我就會代表香港柳新心眼流協會咧，同大家簡單咁樣介紹一下嘅出邊嘅頭目嘅。好，咁亦都再一次歡迎啲頭先新嚟嘅朋友咧，嚟到今年嘅日本武術文化交流日啦。咁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柳新心眼流協會係咩嚟咧？柳新心眼流協會咧，其實係一個日本傳統嘅古武術流派，咁即係佢嘅歷史係會比較長少少啦。咁咧亦都會保存咗好多著住甲袖啦，即係著住盔甲作為一個圓形嘅武術嚟嘅。咁一陣間咧，首先就會同大家示範咗一啲甲袖嘅拳法。同埋柔術嘅部分嘅，咁但係都一樣啦，非常之歡迎大家影相記錄或者分享嘅。但係咧喺影片上面咧，就希望大家都避免有一個嘅拍攝嘅過程啦，甚至乎係將影片咧發放喺大家嘅社交媒體嘅，因為呢個都係對一個流派嘅尊重嚟嘅。咁一陣間咧，我哋就有請心眼流嘅門身準備㗎啦，亦都請大家細心欣賞。安全係啦，咁令到大家可以不停練習啦，就減少受傷嘅機會嘅。咁一陣間咧，其實四樓咧，新晚樓咧都有一個攤位嘅，咁亦都非常之歡迎大家上去交流啦，或者係認識多啲呢一個流派嘅歷史啊、資料啊、文化等等嘅。咁上到去咧，就歡迎大家攝影、錄音或錄影噶啦。咁我諗佢哋都準備得差唔多，咁大家可以留心欣賞佢哋嘅示範。好好
好。示範咗一啲柔術嘅部分，除咗柔術嘅部分之外咧，咁森眼流咧亦都會有佢自己獨特嘅甲胄型嘅。咁咧嚟緊落嚟咧就會示範咧點樣由拳術延伸到用兵器武器使用嘅方式嘅。咁當中咧亦都會包含有劍術啦同埋居合嘅。Oh!
今晚流嘅演武內容啦，咁我哋大概咧都可以見到佢哋嘅甲胄拳法啦，點樣延伸去到武器嘅應用嘅。咁如果咁多位朋友咧都想有多啲時間或者興趣咧，了解多啲嘅話咧，咁歡迎上到四樓新晚流嘅攤位去傾下偈，了解多啲嘅。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欣賞。
係武術咧，就真係可以有好多變化。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琉球古舞蹈保存會。咁啊，你會見到頭先你如果有去佢哋嘅攤位展覽咧，就好多唔同嘅武器嘅款式嘅。咁究竟琉球古舞蹈係點嘅樣咧？我交個時間俾佢哋負責人先，等陣等少時間。而家我哋為大家表演我哋琉球古舞蹈，即係示範一啲嘅棒術、西術、御節棍術嘅套路同埋一啲嘅棍策俾大家聽。接下來我哋三位同學，我哋表演我哋一套基礎的棍法叫大成之棍，是一般我們初學者會用的棍法，是比較是我們平均基本的棍術去完成一套的表演。請準備來鼓鼓鼓鼓鼓
好，接下來我哋俾一個盾牌，盾牌術，盾牌同埋點難。通常係個盾牌係用擴展咗嘅海龜或者係幹部做嘅，但係呢個係玻璃纖維嘅，係啦。你教我點兵？前面的工作小心一下，
One more time. Hey!
我估第三部分咧就係我哋經常會見到嘅就係打板，我哋叫試割嘅得唔得？咁啊，我哋會表演俾大家睇。我哋請我哋最細嘅學員出嚟先啊！我准备。四方八面都有啲危險嘅，咁我哋學員咧就無疑咧四方八面俾人圍困，做一個突圍嘅表演俾大家睇下。
客家都有我哋嘅基本功嘅鍛鍊嘅。咁以下咧就我哋做一個自由嘅組手啦。我哋有請我哋年輕嘅學員出嚟俾大家表演俾大家睇。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平時練嘅，如果忍耐就貴咗。咁你要見到我哋今日有12個團體，冇超時嘅，個個係準時到、準時開始、準時完。呢個亦都係日本人嘅習慣。每個團體同你哋開始之前一定要行個禮，走都會行個禮。呢個亦都係日本武術或者日本武道裏面嘅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啦，行禮。OK， 好，咁啊，下一個。我哋嘅表演咧，就係神念流須合念嘅，唔該曬。我哋神念流須合念咧，係承傳日本現實嘅一個流派嘅，創始人咧係陳俊師傅，佢早年咧從學於。日本大成家嘅流派系，嗰個集得呢個流派嘅精髓。呢個流派咧，注重精神修練、收集為主，體能就為次嘅。咁統合諸師，重道理論精神。咁啊，老少咸宜。咁啊，大家欣賞下佢哋嘅表演啦。
突咧，直接咧係個精髓就撥開啲長兵器，又趁城區而入追刺佢嘅。一邊第式係我哋嘅箭刀，第三式就 B 係定喺右邊嚟。
三式嘅特組體特色嘅就係對方長兵器去刺牆，於是連埋攻擊第三下。咁你一轉牆一轉牆，咁你焗住退，跟住再乘虛而入啊！第三。而家係斬技嘅表演，浸濕了個脊接近人體肌肉力度的咩運動，所以我哋都係揀揀足啊。OK， 好。好，中間六肩啊嚇。可以大家睇睇。現在由身體現時表演。
三個表演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請上地流空手道保存會嘅朋友。好，咁我哋俾少少時間啊，呢個執咗啲嘢先。咁啊，有請上地流嘅朋友，交個時間俾你哋啦，拜。我哋係通常入嚟留保存會先生，今日表演啲一套呢個三字，就用上地原文喺福建帶翻佢嘅手套先入場，其中一套係一套原子模，就係時候嗰啲先生咧，後尾加強係一個一套原則，咁啊有啲小段手啊。我哋個坑打就係有興趣嘅可以望，有啲先表演小段手。Hey!
係每日上堂之前一定要訓練嘅呢個動作。而家係第一步，由福建帶翻嚟嘅上臂唔係由福建帶翻嚟嘅，就係兩三條。我哋會測一條佢嘅有冇運動過？飛咗過嚟。
Thank you.
大概嘅資料，啲人嘅資料咧，更加咗表演咧，就可以大家去右手邊嗰邊嚟睇下。多謝各位。好，唔該曬，黑狗仔嗰邊。最後一個項目啦，真係好快啊！咁就係水歐流居合劍法香港支部。咁水歐流都係一個劍日本劍術嘅流派嚟嘅。咁我交個時間俾水歐流嘅朋友先，唔該曬。好多謝各位。好，我哋慢慢先走出嚟啊！水歐流合劍法咧係。日本400年嘅傳統，由戰國到現在，我哋有400多年嘅時段。戰國到江户時期，由武者嘅戒、武者劍法，去到後期嘅打刀劍法。武術之外，水流劍法亦都有劍術啦、剃刀啦、小太刀、小巨鐘、關節嘅柔術等等嘅。咁咪好多謝各位，咁我哋慢慢欣賞我哋嘅師弟嘅劍舞啦。今日嘅展望，我哋包括咗7段嘅時間嘅，4段嘅居學，我哋都熟嘅，好太高，居學嘅劍法對打。居合掩武、坐居合掩武、小太刀等等。首先係我哋三位師兄弟、資深嘅師兄弟嘅掩武居合特工隊。Thank you.
到套路有前後左右攻擊方式。相对练习方式，
達到人見合一的情況。心意加諸於手上的劍杖，用心神控制你身體的動作，繼而控制你的劍術，為之人劍合一。並不是武俠片所講的或者小說所講的成語嚟嘅。唔該大家，好。以下我哋咧就係我哋頭先我哋放咗好多套唔同嘅套路啊、制定或者知識啊，咁實際上係點樣演繹出嚟，係點樣做一個真正對打動作咧？以下可以為大家介紹啦。以下我哋只係組居合組係一句練習同埋對打嘅步驟。一攻一守，攻防式練習的距離、時間、相對的 timing、相對的時間和速度，將對手控制你在可以發現的範圍之內。劍術並不是一味追求速度、追求快，而是對位、中間的位置、適當速度，配合正確的角度或者方法。
有居冚嘅動作，亦都係兩個劍手對打練習嘅手法。係啊，係左居冚嘅應用技巧。練習技巧雖為一寸，我喺手裏一寸位意思就係話，我哋嘅劍刃到達對手一寸嘅身位就可以停。所以練習我哋嘅準程度啦，同埋專注能力嘅。Hey.
多謝大家。好，咁啊，真係非常之多謝大家今日十二個團體連續咁樣表演咗成3.5個鐘頭啊！咁誒，最後4點至5點就係所有嘅攤位開放時間。咁我再 recap 一次啦，二樓嘅有水歐樓啦，都有店水歐樓都有店啦，香港公體工協會啦都喺二樓啦，咁虎山樓就喺我嘅左手邊啦。上地樓在我哋正中間，咁啊神殿樓就喺呢邊，咁另外琉球古墓就喺呢邊，咁其餘嘅香港古墓店香港古墓店因為佢哋有事已經走咗啦，有咩事嘅你可以問我嘅。咁啊沙鎮啦，國際孔秀同一會啦，同埋井上師中樓同埋柳生生亞樓嘅會咧都喺四樓嘅，咁大家可以喺呢啲樓梯上去四樓。OK， 咁我大家可以自由去個攤位嗰度體驗或者係。